政治大学教授李忠贵首先代表三千多位大专院校的教授发表致辞。他说：“尼克松访问大陆时期，不仅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逆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也严重的加入了全世界反腐斗争的积极影响。”大专教授们忠告尼克松：“要珍惜身为中国人，尊重两国的利益，要有违背中美两国人民真实意向的。”教授们并且表示，只要我们遵循总统专制自强的定势，一定可以完成富国。